你要给阿昭看，你要近一点，阿昭看不清楚。哎，太近了啦！啊，哪里有看到无？他野宠物，啊，那野宠物啦。你跟阿昭说，这是你的宠物啊。这是我的宠物蟑螂。那他叫什么名字？你要跟阿昭说，阿昭他不知道。小地球。小地球。嗯。啊，那野黑宠物啦。阿昭。哼。阿昭是什么？嘎抓就是蟑螂的台语，嘎抓。嘎嘎。啊，你跟阿昭说你在哪里抓到的？爸爸自己随便乱抓的，最好是啊，你在厨房。以前哦，以前抓的哦，养很久了哈。因为这只蟑螂比较乖，不用了，白雪，不用不用。这个是这个小地球。对，来给你啦，你去啊，给你看，这只这大只。以前没有帮他取名字。嗯。来，你拿去，阿昭不想看，他觉得很恶心啊。嘿爷。哎呦，蟑螂一只养蟑螂干嘛？养很大了，很脏。你给阿昭看，给男生阿昭看好了。什么？是啊，这个蟑螂啊！哎呦，不要摸啊！阿昭说你不要摸啊，但是伊做甲爱摸的呢，不错啦，伊拢饲有诶无诶。阿叔在放你啊！啊，运动。